当地时间7月28号，在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，中国选手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冠军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。叶诗文在400米混合泳冠军之夜的最后一个50米冲刺，居然比男子奥运冠军罗切特还要快0.17秒。小将叶诗文令世界震惊的表现，这两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不少西方媒体就质疑叶诗文的成绩突然提高，有服用禁药的嫌疑。对此，叶诗文表示不会用任何禁药，中国人是清白的。在30号，奥组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的记者非点名的提问说，女子的游泳速度会比男子快，这种情况奥组委没有进行深度的调查吗？我们都知道这似乎违背了运动人体科学原理。面对记者的质疑，奥组委官员很严肃地回答，你这个提问就是故意找目标，这是针对运动员个人的提问，你这样会对运动员造成影响，我觉得这样并不合适。奥组委反兴奋剂官员随后还补充解释说，我们有一套很严谨的数据分析系统，谁用了兴奋剂，谁比较有嫌疑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和衡量标准，但请媒体不要随意给运动员定性，只要他们没有被查出来有兴奋剂阳性反应之前，我们要尊重运动员的运动成绩。最后，奥组委官员强调，只要是得到奖牌的运动员都会做很严格的药检，得到金牌的运动员基本上可以排除被漏检的可能性。伦敦时间30号上午，叶诗文在完成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后，回答了美联社记者关于兴奋剂的提问。他说，我们的运动员只坚信一点，坚决反对兴奋剂，坚决不用兴奋剂。同时他还请中国记者转告给国外同行，我想让他们放心，中国人是清白的。对于西方有媒体质疑叶诗文的言论，中国的网友纷纷发言力挺叶诗文。微言大义，来看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评论，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腾讯微博、新浪微博来发表您的看法。网友花飞花说，2011年上海世锦赛的200米，小叶曾经上演过类似的镜头，最后50米从第五飙到第一，从而一战成名，这个是有史可查的，不能看到现在的成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栽赃，想制造压力给小叶接下来的主项200米，居心叵测。网友北分李小南说，打破世界纪录就需要使用禁药吗？那么多打破世界纪录的外国运动员，那些外国记者怎么不去问问他们有没有用禁药？网友秦始皇说，诗文继续努力，你的成绩就是中国游泳人素质提高的最佳见证，也表示着我们国力的增强。网友绿野红叶说，叶诗文好棒啊，他是我们的英雄，我们都对他的成绩深信不疑，越是多的质疑声就越能代表叶诗文的不可思议。